亚说的时候，就像刚刚讲的，奥里亚说他就是把那个二氧化碳排掉。啊，我们不是要闭气，还是二氧化碳还是要吐出来？因为我没吐完呐，我开始我没吐完嘛，我不是说不要吐完啦？是，所以还是要把它慢慢排掉，就是不是你去排了，不是我们自己，身体它会排。身体要吸的以前，它会把那个旧的先把它排掉，排掉了以后，它会自己强迫身体去做呼吸。所以刚刚的动作是身体它自己去强迫，都是身体自己在做，我没有去做它，我没做。那这不是横膈膜，不光是横膈膜，啊，我不是说这个枪。除了横膈膜以外，周边的腹腔的肌肉，到甚至腰部的肌肉，全都参与。啊，跟这边的。啊，他们都是外面的，里面的，里面的。你到那个时候一提，他说这个会阴这个地方那一小块肌肉也会被拉起来，也会被抽起来。你在做的时候，有的时候我身体很久没运动了，我这样做的时候，那个一收的时候，脊椎它会强迫脊椎咔咔咔咔，脊椎会被抽开，你有吗？你有？对，我没有运动的时候会很舒服。当我做这个时候，里面的肌肉它一抽，它会自己那个脊椎的关节会被哗哗哗哗会拉，会被拉起来。这都是它本身的功能啊，再试一下。